太过分了，这样子。我爸教你的，应该以后。妈妈。哎。人家会过来看的。对，能看到。你也不用举了，儿子，歇会儿吧啊。干嘛呀？我们点菜也是这样啊。你点菜也不一直举着呀。怎么今天都没有服务员？这是我自己家人的。哦，没有啊。